教育部今天上午在师大附中举行12年国教公听会，场外家长团体抗议105年教育部不再提供会考成绩十两尺计分，家长痛批按照现行的三等地会造成不公平。不过教育部回应，就是希望国中生不要过度竞争，才取消两尺。曾犯性侵案的李国生假释出狱后，今年1月，警方证实他将电子脚铐剪断逃脱，让女性人人自危。逐渐警方将照片转发，加强通气，在今天凌晨将李国生逮捕。中油表示，周一凌晨0时起调降各式汽油价格每公升0.3元，各式柴油价格每公升0.4元。中油调整后分别为925000汽油每公升25.6元、955000汽油每公升27.1元、985000汽油每公升29.1元、超级柴油每公升23.6元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